各位，我来打头阵，那一样是派出我们最精锐的选手老屁精。那先给大家 check 一下哦，我的变身是紫色的，没问题。然后娃娃的话是红色的 ，OK。我们先娃娃，然后再变身，再次挑战合成魔法娃娃红蛙吸血鬼 ，Go！ 红闪电，我还你原形，有没有机会闪下来？好，好 ，OK。吸血鬼真的是跟我作对啊，我都一日双子蛙了。吸血鬼还是没办法，紫变的话就不用帮我集气了，我失败了还是可以开卡池，这样子，法王可能减伤嘛，然后巴丰特的话禁伤嘛，丹特斯的话是攻击跟模仿嘛，然后潘的话是物防跟减伤嘛，海陆拜的话是敏捷嘛，然后以及未来的旧红变这样子，重新挑战变身合成紫变 ，Go。那这个就随便了哦，这个就随便了。我们超级无心流，超级无心流，来开卡池，哈！我打头阵的原因是我已经够了，我只想要让勇者可以啊。我刚刚完全没有去看黑暗哈丁的卡池，我只知道说他会开卡池而已。好啦，我们还是得开心，因为我们中一层的几率。好扯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子我只变几只啊？手，近距离命中加二，移动速度加2%，近距离附加伤害加一 ，PVP 的 PVP 远距离附加伤害加一，近距离伤害加一。我们就先从娃娃 TJ 开始，娃娃 TJ 的话是紫蛙让我挑啊，那当然是死棋啦，对啊，当然是死棋，这死棋的卡池一定是有的，然后娃娃的红蛙的部分这个就没问题了，再次挑战合成魔法娃娃死亡骑士，跳紫闪电，我还你原形，点下来吗？OK， 死了去。接下来是 TJ 失败四红和紫蛙，最后两红来觉醒紫蛙这样子。TJ 失败的话，他还要再撞一次和紫。四红和一紫，刘飞我紫闪电，紫蛙我还你原形。跑马灯不错，有没有机会啊？三紫啊！结果是僵尸王，我下次真的是要当最后一个，你们不能够再说我祭品了。好，再来是开变身 TJ， 就是金变啊、哦，他要来选阿顿啊，然后其他的重复。谢谢聊天室的机器，重新挑战变身合成神话死神 ，Go！ 金闪电，我还你原。行，拜托拜托，金起来！哇，没有金起来！哇，结果是重复的屠龙者啊，死了去，死了去！再来就是，如果失败了四红和紫变，重重复合金，没重复转一次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先再来合一次紫，来四红合一紫，刘飞我紫，看看能不能弥补一下。紫闪电，拜托了，闪下来！拜托拜托！哦，死了去！哇，怎么这个剧情，这个剧情的走向很像是我开始逐渐无良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那这样子就是觉醒这一只，这个觉醒几率多少？12.44%。我们觉醒一次，觉醒一次，来，觉醒。残12.44%，一发入魂没问题。哇，死去！接下来是娃娃了哦。他说红娃没差了。这个大哥的宣言，这个一样是12.44%，这应该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。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就醒过来，拜托你了。
啊，死缺。好，今天的右群全部死缺，只能说还好你昨天自己也合到金。OK。OK， 变成一张来，各位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啦，直接金啦、啊、谢谢聊天室的集气，我们见证奇迹哦。来，他说这个要来和重复的就好嘛哦，神话骑士女骑士超好看的，希望可以中，重新挑战变身合成神话骑士，哟，金闪电，我还你原。行，拜托你了，接起来！哇，又没有哦，怎么这么难？又是贝里斯哦，今天两个盟友都没办法上到金哦，这很痛苦哎。先点这一把魔杖，然后再来赎回，他这个仪式感也是很猛，但这个才0.6%，各位。这个才 0.6%， 这个超难吧。加9天使魔杖尝试点加10强化几率 0.6%， 开始强。哦，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，飞送出了50个会员。哎，飞你是不是多打一个零？哎，不是，你今天又没有合金成功，你怎么会送那么多？谢谢飞，谢谢飞，谢谢飞。好，加9天使魔杖尝试点加10强化几率 0.6%，开始强。哇，加10天使魔杖，我还你原。行啊，死了球员，这 0.6% 真的是超硬的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变身娃娃哦，因为他的变身是屠龙者娃娃，如果再也是屠龙者的话，那他就是双屠龙了。巴哈姆特红再次挑战合成魔法娃娃屠龙者，Go！ 紫闪电，我还你原。行，拜托，来一个闪电。怎么回事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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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一定要这样搞我吗？结果就中一个重复的吸血鬼，然后我刚刚赎回吸血鬼不给我，这游戏真的是反社会。然后变身，重新挑战变身合成屠龙者。Go！ 紫闪电。我还你原。行，看一下哦，垫下来。哇，没有。哎呦，我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难道是我身上要背负着无良这两个字吗？嘿嘿 ，bingo， 答对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闯荡江湖闯荡了5年多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吗？不行吧。TJ 是红色的，那他要来用红变的罗斯玛丽来重新挑战变身合成罗斯玛丽。哟，红闪电，我还你原。行，有没有机会打一个？啊，死去。如果你有紫布，你会卖掉买武器来自己制作？我会卖掉，然后。卖掉再看要拿来提升什么，再说。我先从变身开始吧，因为变身比较多，变身都是选重复的。那我今天来一个骑马仔好了，我自己的账号第一只紫变就是骑马仔，那我就选个骑马仔试试看。重新挑战变身合成地狱死亡骑士，哟，来，紫闪电。我还你原。行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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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抢啊！哎，我今天，今天怪怪的。再来是娃娃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啦。吸血鬼来，刚刚我赎回你，你不给我赎回，这一次我就是再找你，可以吧？哇哇！这个真的有点夸张，刚刚后面的勇者瑟瑟发抖。屠龙者重新挑战变身合成 ，Go！ 紫闪电，拜托你了，没问题。
哦，哦，真死亡骑士哦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纸，还有一次纸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欧吉王的欧气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来来来，各位各位，一波六，加油加油 ！Terry Xuan， 希望你是可以成为数字二的那一个人。再次挑战合成魔法娃娃欧吉王 ，Go， 让你直闪电没问题。拜托！啊！结束这回合。最后一位勇者三叶那个女人重新挑战变身屠龙者，哟！紫闪电打下来，没我踢。谢谢今天的勇者幼群，飞巴哈姆特红兔妹奔雷手 Harry Shen 沉默三叶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没办法帮到你们，祝你们下一次的合成可以成功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无良的实况主，今天我最无良，我可以上苹果日报了。讲苹果日报应该是不会透露年纪啦，我真的是真的是哭啊，我带头的结果竟然就只有我留下来，这种感觉很怪，你知道吗？